好，这是一个带有一些游戏性质的一个控制开关，哦，所以由两个感测器来形成。那使用者可以把东西放上去去尝试，是不是正确的物件？那若是正确的物件的时候，底下这边会闪绿灯，所以接下来尝试另外一边。如果两个颜色都正确的时候，就会开启眼前的这个开关。那也可以控制其他任何的家电，这样子。那这样的一个机制在电子互动的一些桌游上面就可以有一些应用。